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玩车酷开印，我是主持人大人。国内的 SUV 市场可谓是熙熙攘攘，像丰田 RAV4 荣放、长安 CS75 Plus 在今年都进行了更新迭代。哈弗 H6 作为 SUV 市场累计89个月的销量冠军，它刚上市的第三代车型表现如何？我们现在揭晓。第三代哈弗 H6 出自全新的柠檬平台，它在底盘技术、发动机变速器和智能网联方面都进行了升级。第三代哈弗 H6 在智能方面备受瞩目，它支持 FOTA 远程升级、 AEB 紧急制动、智慧躲闪和自动泊车等功能。我们针对汽车之家论坛的网友问出的三个问题进行今天的试驾。首先，这台车动力系统有没有提升？第二，它的安全性有没有提升？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第三代哈弗 H6 我们究竟应该买哪个配置？那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试驾。首先呢，我们根据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动力系统有没有提升。对于这么一款大家瞩目的焦点的车型，任何一个小的问题都会被几何倍的放大。那这台车动力系统它采用了一个全新的动力总成，而且底盘也都全部的更新换代了。它的发动机采用的是一个 1.5G DIT EVO 发动机，匹配的是一个第二代湿式七速双离合变速器。它的底盘前面悬挂采用的是麦弗逊悬挂，后面是多连杆式悬挂。那整体的动力调教和动力表现都是针对目前的消费者所进行精心的调教的。我们看一看它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那我要再详细的说一下这台发动机。这台 1.5G DIT 的 EVO 发动机啊，它的技术亮点还是挺多的。比如它的热效率达到了38%，它最大可以输出124千瓦、169马力，1400转的时候就能达到最大扭矩285牛米，所以从账面数据上来讲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说这第二代的双离合变速器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它的最大传递效率95.6%，这个已经相当厉害了，并且呢，它的换挡速度小于等于150毫秒，它的油门响应也进行了全新的调教，所以呢，无论是油门响应还是变速箱响应，它都应该有一个不错的水平。那下面我们要进行这个项目是我们的特色，也就是麋鹿测试。我们的标准是国际标准 ISO 3888-2。麋鹿测试能直观地了解车辆的主动安全性。这台车它的底盘整体重心降低了20毫米，那车身的姿态我们看看有什么样的变化。好，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车啊，出乎我的意料。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在我躲第一下的时候，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反应会慢一些，所以我打第一把的时候，它反应快的真的让我觉得有点措手不及。整个底盘啊都是很扎实、很稳健的这种感觉，啊，确实也没有太大的车身的这种重量转移。这台车我觉得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每一个部分都好用。这一点我觉得它真的是踏踏实实的潜心研究了，我觉得还挺令人欣慰的。性能测试我们刚做完，结果天上开始下雨了。那下面呢，我们要做的呢，这是 AEB 紧急制动测试。为了避免碰撞的发生啊，各国其实都在研究和装车这种 AEB 紧急制动系统。那其实在2013年底的时候，欧美就把 AEB 作为一个常规的测试项目。
IAB 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是通过车上的很多摄像头和传感器做一个预判，其实是一个预判型的主动安全技术。通俗点说，就是它通过车上这些设备能够让你尽可能的避免交通事故，在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能够让你的车里面成员尽可能的安全。有一个研究数据表明呢，装配了 AEB 的车，它在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上面会降低27%，并且在追尾事故上面能够降低38%，啊，能够有效的避免和减缓交通事故给带来的伤害。那今天呢，我们这台第三代哈弗 H6 正好配备了这么一个功能，而且它是同级别唯一一个全场景覆盖的这么一款车，这是实属难得。所以呢，我们在突然下起雨的这个天气，给大家进行 AEB 的紧急制动测试。我们分别是撞假人和假车，看看它能不能避免。最后，如果要都是没问题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挑战任务，就在十字路口的时候突然出现危险，看看它有什么。啊，四十，顺利通过啊，特别棒。咱们现在来试试这个假人啊，看看多少速度合适。好，正常开啊，正常开。好，25、26、27。然后我再试一下40公里每小时，接近假人啊。好，我们准备走40。漂亮，40没问题，贴近了假人，但是没有撞上，所以还避免了碰撞。那这个情况下呢，能把人吓一跳，但是呢，你可以不用赔钱了。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刚才还阴雨绵绵，现在晴空万里。那其实我们在路上遇到的情况也如同天气一样，所以 AEB 紧急制动就非常的重要。那刚才我们进行的测试啊，假人和假车，这台车都可以在30公里和40公里每小时情况下完全的刹停，避免碰撞。它首先是一个声音报警，还有文字的提示。如果要是更加接近危险的物品的时候，它会做一个紧急制动。哎，这两点呢，我觉得它做的都不错。综上所述，它的安全性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这也是回答了网友的第二个问题，并且我们做了那么多车的 AEB 紧急制动测试，这台车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对假人的判断非常的准确，这个已经超过了一些合资品牌了，所以这也是我们自主品牌我测试过最好的一台车。那上面的环节呢已经告一段落了，下面我们要进行挑战环节。挑战环节就是我们来看看日常遇到的鬼探头的情况，它能不能应对。下面我们进行挑战任务，测试一下我们路边常见的鬼探头的情况。一个呢是鬼探头的情况，
一个呢就是你过路口的时候突然窜出人来，其实两个都是一个意思。好，我们看看40公里每小时它能不能识别出来假人并进行刹车。好，它能识别出来并且把车给刹停了，我觉得可以点赞，因为这种情况是最难识别的。下面我们进行一个循迹倒车的测试。而这个循迹倒车最早只有在 BMW 上面我们才遇见过，但是这次这个自主品牌带来了这个同样的功能，我们看看它们有什么区别。我们节目组啊给我摆了一个特别复杂的死胡同，让我测试这台车的循迹倒车。那这个功能最早还是在宝马上我试过啊，确实还是不错的，但是自主品牌我们还没有试过。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台车它作为一个先驱，它的这个功能好用不好用。现在我开始进入这个死胡同。好，正常进入。那不得不说的就是它的360度全景影像非常方便。它有一个调查说 SUV 啊在小区里面发生事故的这个概率啊会非常高啊，就是大部分的事故全是 SUV， 因为它这个视线啊确实太高了，那下面的矮的东西不容易看见，所以呢这360度全景影像正好能弥补这一点。哎，你看这个弯很多，边上还停着一辆违章停的车。哎，这个就是我们日常很常见的情况。好，我把车停在这儿，然后只需要点击屏幕上的按钮这个键，然后切换至 R 档，切换以后让我松开刹车，辅助系统开始，然后双闪自动打开，我不用管啊，它可以到50米，看它按照我进来的路径往外倒车，很精准，因为它是通过电脑计算，通过传感器来探测到我刚才是怎么进来的。但是为什么看请注意周围环境，随时准备制动，这一点就是说再好的功能它也是自动驾驶辅助，注意辅助两个字。所以如果想安全，一定是开车的人驾驶员一定要确保安全。电脑它只是执行命令，执行它的程序，但是真正的安全不安全一定要靠我们自己。看很轻松，他在倒车，我在跟大家聊这台车，所以老司机也用得着这个功能。您不用自己这么倒，哪怕技术再高超，我这些东西可以交给电脑，是不是给大家缓解了很多疲劳呢？好，很精准的停在了我刚才出发的位置，然后它自动挂上 P 档，把双闪给关掉了，非常聪明。那这个功能呢非常好用。好，那今天呢循迹倒车这一项这台车完全没有问题。那下面我们要进行一个自动泊车的环节，但是今天我们的场地啊不具备自动泊车条件，所以呢我们前两天给大家到一个真实的停车位进行了一个模拟，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其实在自动泊车它的这个功能跟其他车还有一些区别，其他车需要你哎踩刹车再控制油门，然后呢还要需要换挡，这台车完全不用，一键自动泊车非常方便。那这个功能最早我也是在宝马上看到的，而且还是七系。找到车位请踩刹车，选择一键泊入。在泊车进行中请注意周围环境并随时准备制动。自动泊车进行中请注意周围环境并随时准备制动。请注意周围环境并随时准备制动。
亮。通过今天的试驾呢，我对这台第三代哈弗 H 六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它今天的表现，我觉得出乎我的意料。它的性能有了很大的提升，在主动安全性方面优于同级。所以呢，我现在可以回答大家第三个问题：第三代哈弗 H 六，我们应该买哪款？那这台车呢，它的官方指导价是115,900到134,900元。往常的节目啊，我们都根据人群来划分，哎，新手买什么，老司机买什么。今天我统一一下，对于这个价位来说，我觉得推荐买顶配，就是134,900元这款。它所有的配置和所有的功能能超出你的预期。那哈佛在我眼中啊，一直是这么一个印象，它要的少，给的多，但这次他给的更多了，所以买顶配没错。 OK， 那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在屏幕下方留下你的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关注玩车酷咖印。我是大人，那我们下期再见。